定会回来的。你会等我吗？会，我会等你，一直等到你回来。我上辈子会不会是一个男人，你就是那个痴情等待我的女子，最后我把你抛弃了，所以上天为了惩罚我，让我这辈子做一个女人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那你又来了，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？我没啊，我上辈子是个女人在等待你，啊，这辈子还得照顾你，反而还是上天在惩罚你。对啊，至于吗？有啊。山，那个凸起来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山上面还有棵树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两棵树，好不好？哦，是两棵树，还没有看到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给你一个送礼。太阳好大吧？我们要不要回去？太阳好大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刚好像你好像走神了。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好看到了。你说那个，那是在看你呢，那是在看我，好不好？看我了。
嘚瑟什么嘚瑟啊？你看你嘚瑟的，那你留下来呗、啊，我又不勉强了，你留下来做那家跳操的女生。哎呦，吃醋哎！怎样啊？皮子不贴，不贴，不贴，不舒服。把这个拿着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小姨啊，别跟着我啊，香妹。
你回来了。嗯，我回来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一定会回来，除非我死了。我一直在等你，想把这个给你。你看那边，那不是那天我们在墙上碰到那个神色衣服的女孩子吗？啊？哪？真的，就她。哦哦哦。我们上次还没有拍过合影呢，要不要叫她帮我们拍张合照？啊？啊哈。美女，美女。嗯。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？嗯。帮我和我女朋友拍张照片好不好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你拍在哪拍？就这里吧，就这里。在。去找你的，要是我走了呢？我会等你，我会一直等你。真是傻瓜，你就不会去找我啊？